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重量级的佳宁。今天呢，我想到一招来二整 Andy， 待会 Andy 会来载我。那我打算呢，要自己制作薯条。重点是那个薯条呢，是用老姜来制作。姜有分成两种，一个是老姜，一个是嫩姜。老姜就是比较呛辣的。首先呢，我会去麦当劳先买一包薯条，到时候在切的时候呢，会跟真的薯条做一个对比，然后再把用姜的薯条混在真正的薯条包里面。回到我们的黄金五秒钟的时间，再请大家帮我们分享。留意按赞，还没订阅的朋友们，拜托帮我们订阅一下哟。打开我的切腹吧，你我之间的符号，过来撒我切腹吧。OK， 我回来了，薯条。待会呢，我要把姜跟它切的一样，先拿出一条出来。接下来我们先把边边卡掉，只留下这个。接下来要做伟大的任务，就是我们要把它剃光光。OK， 我把它剃干净了，现在我们把它切。OK， 完成了，超像了真正的薯条，假的薯条。让这个姜热一下，有了有了，快滚了快滚了！完毁了，失败。Later。保险套，真的是保险套，真的是保险套。这为什么我买鞋子喷雾器要送保险套？这是什么歪理？Hello。哇，你脚很臭，喷这个刚刚好。喷鞋子啊？对啊，不知道有没有用。发型要带机。我研究很久哎，我今天我有看过那个阿基斯啊。所以为了整我，特别去看阿基斯。我为了整你，我第一次下厨哎。慢，别慢歪。我为你就好。我看。好的啦。妈妈，阿基斯跟你说什么？阿基斯跟我说，为什么炸薯条会有那水溅起来？那马铃薯进去后要先滚烫水，然后滚烫水完之后，啊放在一个烫水里面，然后再放在油里面。我就想说姜。方式原理也是这样。对啊。然后呢？看到这样你够了。不要！确定不要吗？不要！来，我们猜拳输了，把这两根姜吃掉。不要！你今天有种弄我，然后没种接受我的挑战，你要石头布。啊！我这里有了，我自己来。不要客气啦，我们自己人嘛。不要，我自己来，我自己来。好，我跑了。废话，辣的快！我吃到那个辣椒了，好辣！我不要了，为什么他这种会送这个啊？我不知道。重点是你为什么一看到这就知道他是保险套？然后他说最亲密的安慰，听这个安慰，我就知道是哪种安慰的，要不然还有哪种安慰？安慰就是互相安慰对方，你要不要安慰？安慰，拜安慰啊！